你今天回去休息吧，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把车给我。哎呀，这人呐，岁数一大呀，这胳膊腿儿的他就不灵力了。你看这小年轻的，多潇洒呀！他们俩呀，都成了韭菜花了。韭菜花，可不是吗？ 喝点酒，吃点菜，浇浇花，这就是咱们一天的生活工作呀！这韭菜花嘛，就是这个嘛。对对，哎哎哎哎，你俩是韭菜花，我可不是啊。哎呦呦呦，你看吧，你呀，比我们俩强哪儿去了？你还不是呢？你看看，我当然比你俩强了。我现在研究的比你俩高级，是吧？我研究金融、国际贸易，哎。 特别是这黄金走价，不是相当的关注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呀，钻石价格我更关心，黄金你有了？你关心关心地球价格吧？你这不抬杠吗？谁先抬杠？你先跟我抬的杠啊！黄金，你有吗？你说你有吗你？有吗？这谁抬杠？有吗？哟。 这么两大块呢，只许远观不许近瞧。哎，商量商量，让我们俩呀也吸个吸，开个眼啊，开个眼，开个眼，小心点啊！瞧你这小气劲儿。这个是你们家赵东文送的吧？你什么话呀？你这是？ 什么他送我的呀？我用得着他送吗？别人送我的。哎呦，这么两大块，还不得几万块钱呢？那是啊，所以我特别关注这个黄金走势啊，啊，黄金涨它就涨，是吧？它越涨越高，越高越贵，我越贵我越高兴。哎，停停停啊！别高兴，别高兴啊！你看没有？这是镀金，你看吧，镀金。 里边啊，全是铅，这是假的，还高兴？这胡说八道，不可能啊！这怎么不可能？我爸爸解放前就是给别人镶金牙的，我对这黄金呢，比你们俩都了解。你看没有？黄灯的那什么是镀金，里边全是铅，假的。还这蒙谁了？坏了，露馅了吧？瞎说。 怎么瞎说？你瞎说，我鉴定鉴定去。大哥，我先带乐乐上课去了，别耽误了训练。嗯。跟爸爸说再见吧，好吗？再见。跟老师走吧。哎呦，爸爸不走哦，放心吧哦，好宝哦，去吧，跟老师走吧，进去吧哦，嗯。 爸爸来接你了啊！嗯，再见。再见。真乖。走啦，大哥。这点事近在咫尺。 看着没有，喂，哥，你咋来了呢？我想给你说点事儿。啊，走吧。啊，大哥呀，嗯，你看你来了北京这么长时间，我呢也比较忙，所以没时间陪你玩。 明天啊是个星期天，我们哥几个准备呢，带你去长城看看。不到长城非好汉嘛。然后呢再去那个涿州影视城，那个地方拍电视剧电影挺好看的。哦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想咱们再去海南三亚玩玩，啊，在那儿晒晒太阳，做个日光浴什么的，多好。行，以后有时间的，哥。 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我你看还有这养生这事儿吧，你看你尽顾着给别人养生了，咱自己也得好好养养生啊，对不对？这么的吧，我都想好了。
咱们出去呢，我陪着你，你一边玩呢，一边把这些年啊，这些养生的理论呐、啊，实际的操作这些手法啊，你都告诉我。我也跟你好好学学。有时间我一定跟你去。哎哥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儿？你啊，你要现在把我放了，等于放生了。我等你啊。我是来接乐乐的，这么早？啊，我打算给他请一段时间的假。请假？嗯。哥，你看咱好不容易见个面呗，我就想跟你多说说话，多聊两句。你，还有你，要不这么的吧？你看你，泡温泉你还是挺愿意的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带你去泡泡温泉什么的。啊？谁呀？哎，喵喵。哎，走，上车。谢谢。哎，美好。快点，回去，回去，开车追，快点，快点，来吧，快点，你别着急，快上车，快点。好像是个奔驰，是吧？哦，黑色的，可能是吧。对，快走啊，快点！哎，刮这干啥呀？看得见的。哎呀呀，怎么的？快点啊！哎呀。没怎么开嘛，再走。哎，妈，孩子你接到了，回家路上呢，你就放心吧啊，一会儿到家了。快点啊，二啊！我这平时开的不多，这水平。能不能快点？你连那卡车都超我们了，这条道有限速的。哎，在那儿，在前面呢。平常你不这样，这么快啊？这哪快呀？这哪快呀？连整都上。我求求你，行不行？你快点儿。我都到这儿了，你说我干嘛呀？啊！你先不能进去。哎，来，好，乐乐，我们来吃饭。别客气啊！哎，乐乐挨着妈妈坐。哎呀，我今天多吃点啊！哎呦，红烧鸡翅。乐乐可别客气啊！来，过来。谢。多吃点啊！不是我进去，我说一句话我就下来，是怎么的了？这是，要不然我跟来我不白来了吗？夏先生，
口停了一辆宝马车，有两个男的在那拉拉扯扯的。什么人？长什么样？就一个脸挺长的，穿的挺阔的，一个脑袋圆圆的。怎么了，美好？啊？啊？没什么。怎么这哥俩来了？谁来了？啊，那个我生意上的朋友，吉安集团的。他们都认识美好啊？其中一个是美好的好朋友。是哪个呀？啊，看，就是那个脑袋挺圆的那个。你别管他，来。哎，他们要是进来呀，你先招待一下，我去陪陪美好啊。嗯，好。这样，咱们到车里谈谈，好不好？咱们准备什么？我就问一句话，给个说法就完了，好不好？我说哥，你不能这么进去，咱到车里，用你的话说，咱调调好不好？调调。不是，咱们就一句话的事儿，有什么商量的呢？哥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先坐下来。别这么糊涂下去好不好？这么一直苦着，有什么用啊？哥，你跟我回家去，咱住咱的别墅。我就是想，咱们快刀斩乱麻，一刀两断，赶紧把你这事给解决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公司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呢。十几年了，在感情这方面不是死乞白赖的人，要不然也不会守身如玉到前天晚上。怎么了？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你们人家比大哥小这么多，又主动给这大哥，突然又走过来，我怕这里头有什么误会，我得问明白了，要不然挺严肃的事儿整庸俗了，挺正经的事儿整轻浮了，挺美好挺浪漫挺两厢情愿的事儿，最后变成大哥要占人女同志便宜，这大哥成什么人了？哥，我这不是不知道这情况吗？既然这样，这么的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叫他出来。好，你是我大哥，咱们得讲究点儿。有点面子，得讲点排场，举点面子啊！好，这样好，这样省着咱们进去还尴尬。那你等着啊。美好，你能跟我说说外边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还信得过我呀？咱们俩生意做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啊。说实话，我今天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这个措辞有点严重啊。为我大哥的事儿来的，我大哥想找美好谈一谈，我呢是替他先进来请求一下，而且我想有些事儿呢，我们俩事先啊通通气儿。哎呀。你看这个事情呢，一开始是这样啊，美好呢是你夫人明玉介绍给我妈做按摩的，
这美好一来呢，老太太就特别喜欢，啊，她的意思呢，准备让美好长期在我们家住下去。可是美好呢，跟你大哥这关系呢又比较特殊，说心里话，我也有所顾忌。看今天你刚好来，咱们通通气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好啊，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开了。美好啊，我听你说完以后啊，我这心里亮堂多了。看来呀，我没看错人，你的难处啊，我也理解。你是啊，情也有，爱也有。他们毕竟是一奶同胞啊，你跟那个傅吉祥是有缘无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们家没有什么包袱不包袱之说，他们傅家呀不接受你。呀，现在我们家栖身，将来你孩子和你的事儿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夏总，你不必顾虑什么。他们俩分手以后，就再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至于这个美好在你们家是继续雇佣，还是收留，这完全是你们的自由。好，我去请人，怎么谈，那我就回避了。来喝茶。傅总。啊，美好，来，坐下来谈吧。亲自了断了这件事。我知道了，您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？我想让这次见面成为你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我全都明白了。我虽然是不想跟你大哥分手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要决定成全你们，我就不会再改主意了。我会对他说你想让我对他说的话。生分了，啊！没事，咱回家，慢慢缓。怎么住这儿了呢？我除了给他们家老人做按摩，我还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挺好啊。那乐乐呢？他跟我一起住。哦，以后就带着乐乐一直住这儿啊？对。
的信我看了。我想你走呢，肯定有你的道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追过来呢？我就是想问你一句话。前天晚上咱那样，你是不是事先想好了？为啥？报答。哎，怕啥来啥。师傅，谢谢你一直都拿乐乐当自己的儿子，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儿子是儿子，咱俩是咱俩，不能混吗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以后不能再跟你学习了。你一定会碰到比我更好的女人。你是个好人。衣服还你。我还有一件事儿，等我一下。最疼乐乐的人，让乐乐给你磕个头，谢谢你。哦，儿子，还是那句话，男儿膝下有豪杰，再叫声爸。爸爸。哎，儿子，你一叫爸呀，爸这心花怒放，就像中了一张彩票。中一张，爸爸，爸爸！哎呀，爸爸这兜里头全是彩票了，爸爸是大富翁了，一辈子也花不了了。再见了，爸爸。哎呀，幸会啊！
什么？那女的在夏锦达家当保姆？多惦记，一提夏锦达你这么激动，我在跟你说大哥呢。今天下午啊，大哥正式提出跟那个女人分手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他一下就变成这样了，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理我，所以我才叫你来的吗？傅老大，健身、快乐、养生操，现在开始。第一节，走猫步。二哥，你快看，这大哥怎么了？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。脚是人的第二心脏，后脚跟着地，等于就地按摩自己的心灵。第二节，想美事儿。我年轻，我漂亮，我心里老美了。我这人老幸福了。第三节，唱幸福。幸福就是毛毛雨，只有心里头高兴，自己掉下来。第四节，开口笑，我美。我浪，我开口笑，爸，您怎么了？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您今早还好好的说要给我买东西，怎么到了晚上您心情又特别不好？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爸糊涂呗。爸今天是，真是乐极生悲呀。我还以为是俩金疙瘩呢。闹了半天是千哥的，说什么呢？什么金哥的、千哥的？就这破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。这什么呀？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东西啊？前两天，傅老大送给我的，说是让我捎个话，让东文啊跟他弟弟好好处。这个呢，是表达个意思，让你俩好好过，鸳鸯戏水，白头到老。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这东西的事儿啊？我寻思着吧，这画我带到了，这个先放我这儿，这将来偷摸给你换俩钱儿，我给你买点东西啊。谁想到今天我一鉴定，
假的，就一层金皮里头都是钱，你说啥玩意儿这是？爸，你怎么那么容易上火呀？签就签的呗。我还到处显摆呢，你说明天早上一传开，这几个老头还不笑掉牙呀？这我这老脸往哪放啊？那行吧，那我拿走了，你快点睡吧啊。睡不着。哟，爸，您消消气儿啊，您婴儿睡。我英国睡也不好使了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什么也没吃，你要不然吃点东西吧。没饿呀，不饿。那你先休息会儿，我打点水给你洗个脚。哎，不用。哥，你别这样呗，你这样我们心里特难受。你说你要是……你干什么呢，夏如果？哥，你看在顺城的时候，你为了供我上大学，背了一身债，你都没垮，这点事儿算不了什么。我现在也没垮呀，我呀。那你再缓一缓，再调调。调的非常好，勿扰。哥。那好，那哥，那你就先歇会儿，先休息会儿，静一静。你说啊，行，让哥静一静。今天晚上不能离开这儿，必须看着他。我怕他晚上要出去找人，万一再想不开，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啊，反正今天晚上他不能出这个门，等到明天早上再说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算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，要这种事我能不陪着你吗？小五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，也就是咱们几个最亲，所以大哥呀，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。做的，哎，乐乐，嗯，真没想到你爸，当然也是我爸，哎，这还真挺财迷的，是不是特受刺激啊？哎呀，我爸说了，这个可是副局照他哥给咱俩的。什么？这是副局照他哥给咱俩的？啊，说是希望咱俩好好过，鸳鸯戏水，白头到老，与此同时也能跟他弟弟好好处。跟谁好好处？跟他弟弟好好处。哼，就这还跟他弟弟好好处？哎，行，我就跟他弟弟好好处一处。二哥，你说这个月亮还是我们小时候在顺城看的那个月亮？船上有两个月亮，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在顺城学琴，晚上啊，大哥就去接我，我总是闹着让他背着我，然后我就趴在他的背上去够月亮。小
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候大哥才27。大哥在顺城的月亮下，就为我们吃苦流汗。我现在到了北京，他在月亮下还为我们着急上火。嗯，大哥呢？哎，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醒醒！大哥呢？啊？大哥没了。你看这大红喜字儿都没了。大哥呢？你们休息吗？给自己调个静音吗？来，坐下吃饭。来，喝姜子。你的。哎呀，你们就踏实的吃。吃完以后呢，就忙你们的。我去车站。上车站去，干啥去啊？那个不在北京待了。大哥，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啊！我带你去南方，咱们好好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哎，行哥，这样行。不是，那个想法一致，方向不一致。你说的是南方，我说的是顺城。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，你幸福我才幸福。喧嚣的世界里常看不清楚，只为你的路上不再孤独。让我们牵着手去寻找幸福，你幸福我才幸福。人生的岁月里有芬芳嫉妒，只愿你的脸上春风常驻。啊，幸福风里错过，路上追逐。啊，幸福梦里相约，爱里守护，得到
到了是因为，是因为没苛求，失去了也不必，也不必太在乎啊，幸福，幸福，得到是福，舍得是福，知足才是最幸福，知足才是最幸福啊，幸福，幸福，得到是福，舍得是福，知足才是最幸福。